伊敢真正甲阮小平结婚啊！我是爱当遮尔快去替伊担罪。我本来就是伊敢那是贪婪款式，想要到大胆到这个程度。本座才有法度替阮分手。你若是想要替恁妹妹出头气，就交予我，我有真济，我应该等甲天时时。三点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，万事一冷气。 我安尼一日干冒出伊，甲叶芳讲伊离婚，甲你娶入门，都是无效啊！我嘛足烦的。卡孙阿贤呢？导演非常手段啊！哎妈，你莫阁拜托嘞！我身边一个无够好，莫阁安尼对待我。杜承恩实在是够可怜的。王雅婷的爸爸妈妈拢走来，我若是王雅婷，一定嘛会再来甲杜承恩献牌。承恩，伊敢真正甲阮小平结婚啊？只要伊讲出是伊出来替杜承恩担罪。 你先前当车总长出面，我叫人把杜承恩扣起。你搞阿妹，你搞阿妹，我才去替伊担罪。弄出死者迄人不是你，是承恩。这都是承恩对我雅婷的生命安全，伊是检察官，是伊来爸爸，伊是来整整你啦。 能不能不再受罪？能不能就忘了我是谁？能不能让爱改写，穿越？